最不爱吃苦的几个人。最不爱吃苦的人。哎呀，有些人自觉一点吧。王蒙，你咋刚来就让人看透了？真是。不爱吃苦的甚至懒得站起来。不是花花，这你坐得下吗？现在对呀、啊、那要不我替一下吧。我替站起来，很伟大的举动。我就你不会是替盟主站起来的吧？可能也许吧。如果连小童都站起来的话，估计那我也得站起来，是吧？我就是在替你，那可能你要是站，那我就坐下了。哎，小童这个招很绝呀、啊，真把一个哥哥逼起来了。三